真的是太夸张了啊！这个立法院无关的人竟然到立法院里面开记者会啊！那我们立法院整体的啊管理啊跟立法院的秩序啊，我想我们希望说韩院长啊可以加强管理啊！好，那这个真的是外人到立法院的议场里面开直播，这个真的是到底有没有治安跟国安的问题啊？我希望说院长啊也能够在这一部分再严加的管理。国防部的所有的军中的典礼或者是活动，都有他们国防部的基本的训练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说，他们地震战壕或者什么样的场合该怎么做事，啊，国防部应该会有要求。好，那总统如果有发现，我想就是提醒他们说你哪里做得不好，应该要改善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好，那也希望说国防部可以自己再要求自己。那总统本来就三军统帅，没有所谓什么立威不立威的问题。我想，针对问题，提出问题解决方案，这个才是重要的观念。